大家好，我是咔咔。没有你，我的故事讲给谁听？说起日本20世纪的美少年，很多人都会想起百元虫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咔咔上上周做的那一位大佬。但其实花开两朵，当时还有一位和百元虫齐名的美少年，他就是长濑智也。2021年3月下旬，42岁的长濑智久正式宣布退出团体东京小子，同时离开公司杰尼斯事务所，转向幕后发展，从演艺圈目前隐退。我家的故事成为了长濑智也电视剧的暂别之作。长濑智也离开了这个待了30年的窝，做出隐退决定，其实并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有端倪。长濑智也1978年出生于神奈川县，他的青少年事情都乏善可陈，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无非就是上学、游玩、掏鸟蛋。他的人生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不一样的是，他有一个坑他的姐姐。在长濑智也13岁的时候，因姐姐投递简历，阴差阳错进了杰尼斯事务所。那时候的长濑智也可能觉得姐姐是在坑他，但时间和历史会证明，长濑智也姐姐的眼光是卓绝的。因为就在同年，长濑智也出演少年队音乐剧《Shock》。1994年，以东京小子团员的身份正式出道，并担任主唱。随后，他发行了首张单曲《Love You Ali》，并大获成功。从入场到巅峰，长濑智也用了3年。3年究竟是天赋还是运气，是努力还是机遇，如今早已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了。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，他的天赋和颜值绝对是他成功的基石。要知道，杰尼斯事务所可不是普通的经纪公司，它是日本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，主要孵化男性偶像团体，旗下艺人有木村拓哉、龙泽秀明等，网罗了一众长相帅气的日系美少年。长濑智也作为绝对的美少年，被杰尼斯牵线的一员，在长相和身高上也是中了基因彩票，被东山纪之亲封为杰尼斯最帅的男人。他拥有深邃的轮廓、剑眉星目、185cm 的男模身材，年轻的时候是个从头发丝到脚趾头都难以挑出瑕疵的斯曼男。长濑于1993年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入观众视野，出演电视连续剧《双胞胎老师》，1996年起主演的电视剧《白线流》系列作为其代表作之一，也成为了很多观众爱上长濑智也的初心。后来的历年主演包括《女婿大人》、《池袋西口公园》等连续剧等都有不错的成绩。因为电视剧《My Bus My Hair》的角色，还被粉丝们冠以爱称“少主”。作为偶像，在演技和唱歌方面，长濑智也都兢兢业业，颇受好评，演一副老干部形象。在私生活这方面，长濑作为大帅哥，豪华自然也是少不了。比较轰动的是与滨崎步长达7年的爱情长跑。关于两人的恋情，还得从他们1993年拍摄电视剧《双胞胎老师》说起。当年两个人都还只有15岁，长濑智也刚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滨崎步还不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歌姬，两人相识于微时，缘分的种子悄悄埋下。不过两人当时还太年轻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7年后，两人在一个歌曲节目中再次相遇，这成为两人爱情开始的契机。当时滨崎步正位于松浦圣人的恋情黯然伤神，长濑智也的出现无疑就像一根绳子，拯救了当时深陷泥沼的滨崎步，两人展开地下恋情。不过因为两人戴着情侣戒指的细节被媒体捕捉到，这段关系在确认恋情后的次年就被曝光。两人倒也没藏着掖着，而是大方公布恋情，同时在记者会上发布亲笔签名的传真。长濑智也表示，我和滨崎步关系很好，可以说是很含蓄的秀恩爱方式了。两人恋爱时就和普通小情侣没什么两样，也会去纹情侣纹身，并且自己亲自设计。滨崎步的背部和长濑智也的肩部各有由滨崎步的 A 和长濑的 T 组合而成的字母。恋爱后女方发行的歌曲也从之前的悲伤变为了积极明亮，两人还被拍到过穿情侣衫一起去夏威夷旅行。帅哥靓女的组合，两人在各自的领域又都颇具影响力，自然常常引来媒体的追逐，粉丝们自然也是乐见其成，认为两人肯定能修成正果，拜入婚姻殿堂。但是事情并未按照外界想象的发生。2007年，女方在自己的收费会员制官网日记中，以虽然很突然，但我和我的恋人分手了一句话，宣布了自己与长濑智也恋情告吹。有传言说，两人分手的导火索是滨崎步与时装设计师蒂姆·麦格尔购买结婚戒指，致使长濑智也无法忍受，所以提出分手。分手后的一次采访中，长濑智也解释了分手原因：我们在性格和对工作的思考方式方面都存在分歧，
但这反而成为了一种刺激，让我们开拓出新的空间。他还说，我认为我过着完美的生活，包括我遇到他和分手的事实。谈到两人曾经的感情，他说滨崎步不是我喜欢的人，而是我第零喜欢的人，因为太吸引而无法触及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分手方式真的是非常成熟体面了。两人的关系重新退回到朋友的位置，当年的情侣纹身两人也都没有抹掉，直到现在可能当时都已经云淡风轻，不少粉丝还在意难平，希望两人复合。长濑智也和滨崎步分手后没多久，又与演员香武沙纪传出恋情，两人也是合作歌姬因戏结缘。如果说长濑智也拯救了滨崎步，那么在这段关系里，长濑扮演的更像一个被治愈的角色。当时长濑智也因和滨崎步分手而心情低落，香武沙纪的开朗和热情填补了长濑的生活，两人的恋情大概维持了五年，也曾经传出婚讯，不过最后还是无疾而终。传闻说长濑智也曾向女方求婚，但向武沙纪认为对方求婚方式太无聊，恋情也没有了刺激感。此外，长濑智也先生没有擦掉他和滨崎步身上的纹身，也被认为是导致分手的原因。后来长濑智也相继和小提琴家东山加奈子、小他20多岁的模特约会，不过也都是露水情缘，终究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，至今未婚。本以为长濑智也会在娱乐圈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，但是却没有想到在2021年3月31日一则重磅新闻震惊日本，长濑智也宣布退出娱乐圈，也退出杰尼斯事务所，并且不再加盟任何经纪公司。对此日本网友也是炸开了锅，纷纷表示期待他能回归荧幕，重新为观众带来好的作品。他作为演员的履历很好，我不在乎看主角剧，我觉得很有吸引力，我希望你回来，我真的很想让你复活，娱乐圈本来就是这么个地方，喜欢就回来吧，我想再看一次主演的作品。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，以这种方式结束，所以我要你回来。他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歌声和演技都很棒，但真的很遗憾。但其实长濑智也做出隐退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有端倪。据日媒披露，长濑智也早在大约7-8年前就心生退役，再加上2018年东京小子团体队友山口达也爆出猥亵强吻女高中生丑闻，东京小子组合受此影响，活动不断减少，这也让他决心离开杰尼斯，意欲告别荧幕，转为幕后工作，以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从零开始。对于粉丝来说，这是件让人不得不遗憾的事情，毕竟告别荧幕就意味着粉丝很难再通过角色去与演员神交。不过对于长濑智也来说，娱乐圈的光环背后或许还有阴影的一部分，卸下这个光环，自己也终于可以回归本心，专注自己的生活了。历经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其实有些期待长濑智也安定下来寻找正缘，不如祝福他能够追随自己所思所想，大胆活出自己的不羁。短暂退圈期间，长濑智也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去玩自己喜欢的机车、钓鱼、弹吉他，他摆脱了娱乐的产物这一身份，开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或许才是他想要完成的人生任务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